这种状况目前全台湾拢在甲变坏啊吼，大家看下底，报道也拢知影，拢在甲变坏。啊，一票一千、两千、三千、五千，甚至传闻一万个嘛拢讲出来。啊，照现在这个趋势，今年跟过去是拢同款，迄个买票的心情拢同款严重。啊，即摆黄先生在咧宣导，其实迄个宣导是无效的。所以我今仔本土社团要来指导黄先生，我们要指导黄先生两个秘诀，两个秘关。第一个秘关，高度求情，高度求情。什么叫高度求情？以前发布无得去求情，拢是低度求情。啊，结果人提钱的人，几岁几岁钱的？全国几岁几岁钱的？结果提钱的人，看伊咧。拢是得以缓刑，破壁可罚金。第二个黄先生若要解决问题，我来指导，建议卖叫爱修法，刑法爱提高迄个刑度。若刚摕到钱，一等以上，七等以下，不得缓刑，必得不得以可罚金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修改选报法，若是刚摕钱，若是行贿，去买票抓着。判刑爱五等以上，最高案是二十等。啊，若是安尼，用一种高度求刑的方式，重判行贿者甲受贿者，台湾将处无人敢买票，买票伊就惊死。所以马英九如果有种，黄清峰如果有种，要赶快修法高度求刑。你父母保住了。规工挑发一个抓死，啊，到底在创啥？这个贿选的严重，是每一个人都知影。平常时四年前，阿扁阿妹提出一个三合一选举，我咧做中常委，我做反对的，因为国民党过去就是拢是贿选的，贿选的拢唔办。比较咱的地下长也讲过，如果贿选若办了严重，无人敢卖票，用严格法律来甲制裁。我相信，咱台湾的选举绝对会足平静的。接下来，咱来邀请咱台湾客社张社长，啊，伊嘛是咱台湾北社的副社长，啊，咱即摆拍拍来邀请。多谢，咱今仔来遮，就是要要求咱这个法务部吼，王清峰部长吼，伊莫干提迄个吼，要淡薄分提示，逐往年要选举的时阵，拢一个反贿选，啊，但是拢伫演戏，演演的全无去吼。咱看咱迄个去年吼，迄个刘伟吼，都四个贿选吼，啊定案吼，啊个补选吼，啊咱即摆这补选呢？哦，不但是予咱台湾诶民主哦民有阴影，阿嘛爱哦花费咱人民诶钱足侪。民意会当用钱来换，会当用危机来换取权利，这个错乱的价值，民意的扭曲，佮人才无法度站起出来，对咱台湾有真大诶伤害。这个代志，乱世要用重点，真久啊！等你等的时间，全世界上好也一个震动，纵容这个代志已经过了十年啊！我要求这个代志爱乱世用重点，爱提高刑度。我要求马英九国民党党主席，你公开签署，你也同意绝不贿选，你的党员有任何人贿选。这份南投的选举，有可能有吴敦义这种白菜鱼的行政院长来介入，啊，搁昨看到咱真济，咱伫电视顶头看到新闻记者、咱独立媒体的起来，叫警察拍，这对咱来讲，即摆是毋是政府搁遮个地方买票已经杀到烧啊？因为乌都离阮南投是真猖獗啦。所以我即摆要要求大家，咱是毋是爱叫吴敦义先落台对吧？这种恶毒的行政院长爱落台对吧？黄金峰不要跳脱衣服。
黄金龙不要再脱衣服，黄金龙不要再脱衣服，黄金龙不要再脱衣服，不要脱衣服，请殿下，我们要给他搓搓脸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看我比这个动作哈，黄金龙，大家就搓搓脸了哈，黄金龙。